敢会当卖送你，不再爱你，我是我的地，我问你，我问你，敢会当卖送你，心内的盼望，我不必不客气爱你。这个东西实在是太好了，时代进步，时代进步，没想到现在 KTV 可以随时带着走，还有陪你上山下海都没有问题。你看，只要下载手机的 APP， 还可以看歌词哦。最重要的是啊，只要蓝牙手机蓝牙对上了，你不唱歌，它就变成蓝牙的喇叭。还有，讲话的时候不用 echo， 但是唱歌呢，没有 echo， 没有 feel， 无尴尬，你甲看卖，安尼都 echo， 还可以用大小声，这是什么代志？这是足重要代志，就是时代进步 ，KTV 不一定啊、哦、要有包厢的，现在随时带着走，请认明这一支哈、哦，神韵台湾公司货，神韵台湾公司货，下一个歌王跟歌后就是你。